人间水蜜桃赵露思，好身材一览无遗。在娱乐大舞台上，有一位如流星般划破夜空的璀璨之星，她就是赵露思。每一次的亮相都如同烟花绽放，让人们为之陶醉，深陷在她那与众不同的魅力中。赵露思的演技呈现出深刻感人的表演，无论是那清新可爱的邻家女孩，还是那高贵冷傲的女神，她总能轻松切入，将角色的独特魅力演绎得淋漓尽致，令人如痴如醉。在时尚的殿堂里，赵露思宛如一朵绽放的花朵，散发着令人陶醉的芬芳。她的五官玲珑俏丽，无论何种妆容装束，都能将她的美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她的时尚品味更是引人瞩目，每一次的亮相都如同一场时尚秀，她总能灵活搭配出让人眼前一亮的造型，成为时尚界的翘楚。她的美不仅在于外貌，更在于她对时尚的敏感嗅觉，她以时尚演绎着自己，成为了时尚圈的大咖。在娱乐光芒的背后，赵露思怀有一颗温暖而坚定的公益心，她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，成为弱势群体的坚定支持者。他不仅仅是为他们捐款捐物，更是亲自奔赴社区，关心并呼吁更多人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。他的善举不仅感动了受助者，更唤起了社会更多的关切。赵露思不仅是舞台上的璀璨之星，更是公益事业中的一位闪亮天使。娱乐圈虚虚实实，但赵露思用亲切随和的个性在其中脱颖而出。她不仅在镜头前有着千般婉约，更在与粉丝的互动中表现出真实性。她的微笑，她的问候，都让人感受到她并非高高在上的明星，而是一个与观众紧密相连的普通人。她的亲和力成为她与粉丝之间默契交流的桥梁，让她在娱乐圈中赢得了更多的爱戴。赵露思的成功并非偶然，她用勤奋和汗水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，在她事业的背后蕴藏着无数个日夜的拼搏与付出。她在每一个细节中都散发着对事业的热爱和对观众的敬畏，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女神。她在影视剧、综艺舞台、时尚界和公益事业中都展现了出色的才华和独特魅力，他的光芒将继续闪耀，为更多人树立榜样，成为正能量的源泉。他的多才多艺，如一抹亮丽的风景，让人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。赵露思将继续翩翩起舞，散发他独有的光芒，成为娱乐圈中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线。